怎么穿好一个白色的衬衫，穿得简单又不普通，好像是我们大多数女生的困扰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准备了三个很好上手的白色衬衫的造型，让我们看完之后就知道怎么穿好一个白色衬衫。白色衬衫的万能搭配呢，我们就是简单的加一个牛仔裤就可以了。我可能希望白色衬衫加牛仔裤会有一点法式感，所以呢，在腰带上面以及我的包包上面，甚至是在我们包包身上的这些细节，我都会增加偏法式的元素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元素给它绑到包包上。就你可以看不到它存在，但是呢，当你背上去的时候，它就是成为你全身上下的必饰。有点偏日常，但是颜色比较漂亮的裤子或裙子，我们都可以跟白色衬衫一起搭。那么在配饰上面，我就可以选择跟我的裤子一样做撞色的单品。然后你看身上这一套，简单但是又很大方。接下来这一套，其实我是有点点想走那种有点精致女人味的路线，所以我其实是用那种小香风的马甲去搭了白色的衬衫。那因为本身这个马甲有点偏长，所以我是特地加了一个腰带，就是把腰身收起来，然后下半身就直接搭这种比较长的裙摆去增加女人味。白衬衫还能怎么搭？赶快评论区告诉我吧。